刻意到下车处等待蔡英文莅临，侯友宜礼貌性的拱手问好，还一路护送蔡英文进入会场。我很开心，他愿意再花这么多的经费，以及投资这么多的一个产业链来带动新北，带动全台湾更进到国际化，所以。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以及中央的协助，南亚科技十二寸厂落脚新北市，侯友宜开口闭口都谢谢中央。对比起恩恩案甩锅给中央的侯友宜，判若两人。失去过，怎么可能不感同身受呢？当然，前一天对恩恩爸的愧疚以及负责任的态度，也在二十四小时后又转弯。等一下，恩恩的事件提出新消息，你有要回应吗？你讲你有听过，你无法度去体会恩恩爸爸的痛，还佫到目前为止，我看不出来你所作所为。如果国民党真的有心，就直接要求侯友宜市长把所有真相公布出来，资讯公开，这才是负起政治责任。负全责不是用嘴巴讲的，那是吃案的行为。那是掩盖真相的行为。民进党立委紧咬侯友宜要求公布真相，也呼应恩恩爸质疑的。上午说要扛起责任的侯友宜，下午又说要交给公正司法单位调查的侯友宜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侯市长？晋新闻综合报道。